又来到傅大哥这里，傅大哥，傅大哥，黄毛没来、啤酒没来了，啊，黄毛，黄毛呀，嗯，黄毛他在吃饭，那我们两个，他和浪哥在一块吃呢，他不来了，所以我也没救他。我本来想到浪哥这里去的，我看到人这么多，我三单位不去。他就黄毛、野镜，还有那个三个人啊。二胖呢？三胖，三胖他不在。三胖。对。二胖。三胖。刚才二胖在。二胖在吗？刚才二胖在。哦，他走了。他走了。啊。哦，今天是什么呀？大排烤鸭。我本来想。炒个那个，炒个蛋，炒个丝瓜，炒个土豆丝。哦，我看现在少吧，人少了，我们就不烧了。哦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现在这个大排熟过了，嗯，这全部都是肉来的。大排就全部是肉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，这是你买的？嗯，这个是鸡肉是吧？打开。看一下，烤鸭。哦，烤鸭是。看一下傅大哥这个大排是吧？嗯，这是你做的吗？对，这么大一块，总共有几块？这个三块。嗯，为什么两个人有三块？没来黄毛，我本来你想叫黄毛过来的。嗯，我刚刚去看过黄毛了。还在那边吃。他在和浪哥一块吃饭。嗯，你为什么对黄毛那么好呀？每次都去接他。那个山东大姐说啊，要跟凡凡、黄毛两个人，他要来，我不给他来。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中餐啊，嗯、这是三个菜，丝瓜、大盘，还有这个沙鸭。嗯，这个没有米饭啊，是吧？吃面条。哦，有面条呀，有面条也可以吧？你不可以，我给你烧饭。那来了麻烦，那没必要了。嗯。随便吃一吧，这么多菜都是不完了，是吧？那么今天就把这个菜当饭吃了。对。平时我的话，像这个菜，嗯，这回吃一餐了。像这个菜又吃两餐。这个，嗯，这里还剩了一块这个大排。吃掉。你不吃了？我不吃了。嗯。那好吧，那我吃了。嗯，对。哇，我这个筷子不干净啊。干净，捡点。你看这上面这么脏。快点。因为傅大哥说了，这个汤还有用，我看行。酸面条。啊、哦。好好。那我吃两块了。嗯。还有这个鸭子也吃掉。这么多啊？嗯。这么多哪里吃得完？你看，我吃的这个。嗯。这筷子太脏。哎呀。嗯。嗯。傅大哥，你吃啊？我看你都没怎么吃啊，你就吃了一块大盘呀、啊。嗯，一吃饱。现在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这个排骨，三块排骨，我吃了两块。嗯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沙鸭是吧？还这么多没吃完呢。然后这个鸡腿，傅大哥，嗯，这么好的都被我吃掉了。嗯，这个傅大哥也我吃掉了。就是鸭，哪来个鸡腿、啊？对，先鸭腿，我老是说成鸡腿了。最好的一块肉，这个鸭腿被我吃掉了。这个，嗯，傅大哥你再吃吧。我不吃了。还有没有鸭腿啊？没有了吗？我不吃。不吃了。嗯。还这么多这个鸭肉呢，也把它吃完吧，不然浪费了。你跟那个烂米面带去。现在傅大哥去睡觉了。啊。昨晚都没睡觉。半夜里看他们小妖，那个兵雁打小妖。哈哈，那么搞笑的吗？那这个鸭肉我就送到那个那里去吧。他要是不喜欢你就扔掉。走了，现在回去浪哥那里。现在我来到浪哥这里啊，这是三胖的车，是不是那个三胖在这里啊？就算浪哥不吃，那个三胖肯定会吃吧。浪哥，在睡觉啊？你看我带什么好东西呢？烧鸭，烧鸭，啊，放这里，你想吃就吃啊。三胖，有烧鸭吃啊。我估计都不够你塞牙缝的呢。啊。
那个不够也塞羊粪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还是你们大哥说请吃饭，你这大早过来吧。什么时候啊？晚上。晚上你提醒我，我都说不定忘记了，到时候我自己做饭吃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出来的时候，大哥说请我吃饭，我说可以，让他。哦。